早上好啊，邻居。早上好啊，邻居。我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，我就是来给你打个招呼。挺好的，拜拜。李阿姨早。顾医生早。笑笑，起来了没有啊？赶紧起来去给你爸买早餐吧。啊，知道了。你怎么都有孩子了？对啊，我都结婚好多年了，孩子他妈也来了。林志晓，你完蛋了。